看的吗？喜羊羊主要张琪，这不挺好看的吗？怎么说完呢？我有点太曲折了。你们两个现在在干嘛呢？就是在我们在。张欣喜羊干什么呢？我来查房了。你看他们这一群，这一对。宿舍大突击耶！等一下，你看刚刚他们两个那一幕被我抓拍下来了吧？这是在干什么呢？你怎么还搞出芬芳的小雨卓？哎，小雨卓怎么不见了？小雨卓当下太真实了。好了，我走进来看一下，看一下小雨卓只有一个腿部。首先先看一下，看一下小雨卓的腿部。怎么行？这不是挺……原来你说宿舍突袭突袭是我们，你是宿突袭情况被骗了耶！大意呢？耶，因为就是跟你们俩比较熟，你踩到我们脸上捅鼻子。